曹哥，我要孤选一百。啊，好，啊，你要刷甲杯啊无？免。大家好，我是血肉不羁吉他手阿庆。我今天介绍的是 Ernie Ball 的孤选系列。选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痛呢会比较偏向中高频会多一点，所以像我们弹 metal 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会蛮适合，因为它会变得比较刚亮一点。另外，它的手感的部分，我觉得它那个掌握度会比较好，比一般的弦更容易掌握，然后推弦啊什么的都能做得很到位。